你要不要回来啊？小无敌！小无敌！小无敌！你叫本公子开门，本公子就要开啊！小无敌！小无敌！小无敌！好了，本公子就看看你想搞什么鬼。 干嘛？不是相亲相的挺开心的吗？找我干嘛？噔！给你买了冰淇淋。我先跟你说好啊，我给你买冰淇淋，并不就代表我原谅你了。我是因为可怜有的人没有吃过冰淇淋，而且我也。 答应你要在便利店帮你买冰淇淋呢，加上今天吃的那家店实在是太贵了。你虽然有钱，但是不能奢侈，不能坐吃山空，懂吗？我给你拆开。 吃吧。你这个冰淇淋都融成这样了，怎么吃啊？融成这样也是可以吃的。好好好，我自己来。好吃吗？ 好吃，你不大口一点吃，你再不吃都要化掉了。你看，那我帮你吃吧。这个我刚吃过的，可是我也很想吃。